不阴不美。这因为这些年猪又是一阵的各种物价都涨，就这个猪跟那提白菜还白菜的，往后了多吃肉吧，还不如这鹅呢，可不如。哦，到过年再俩花点，再俩过后悔鹅吧。这点要小鹅牛我买死呗，光说这一个叫猪萝卜精的鹅，是呗。我要说那个啥，我买啥为啥说啥，买啥我叫啥，给我早点。这大饼干买的少，又是一类的，又是一类的最低价，这彻底收了。关键是在这个，你看这个地儿再卖一个小猪，又下一波小猪，这家伙又挣了，这说不准。来，早把这个猪，那时候可待见这个扫地的。这是为啥？这二十年以来，这猪300多斤的最低价，几百块钱。这叫你说这再不然，你们生小猪都成了这个性，就是这个性。不能喂的，也喂也赔。你这个，你这贷款啊，反正你为什么找什么好姑娘？对对，你有哦。哎走吧，放谁里吧？放谁？放谁？这钱，嘿嘿嘿，这我说这你行情，等人家再等人家发点喂猪，再拍点过年那小猪炖那股，是呗？再等人家花的那地儿没赔上，赔不上，赔不上你不把卖？都说过年行情好，过年涨，过年涨你那谁能？谁说准的？谁能说准？走，走吧，放谁去？